台湾为市民应该安坐共安坐下。起跪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柿饴、柿饼，把柿子压扁晒干后制成的饼状食品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